飞到城市另一边，你飞了好远好远。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欢迎来到今天的购物平台。今天为大家推出的商品就是我们今天，我们秦主播身上戴的这个绿色的领带。为什么要有绿色？因为想要生活过得去，身上总得披点绿。而且是要这个不是普通绿，就是基石绿，所以所有都应该来。那我做牙石也得办呢，他牙石也是牙石绿。Hello， 所有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好妹妹，我是小厚，我是秦昊。刚刚是在拍2017那个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的 VCR， 小短片，就是可能大家一起，我们一起来跨年啦，这个意思。对，所以大家应该是在开播前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拍的小短片。第一次很紧张嘛，去年的时候是跟何老师还有姚晨一起合唱了两首歌。然后今年嘛是第二次，就是一回生二回熟，就稍微有一点点的心理建设了。我们会跟我们的小师妹陈丽有一个合唱，所以也算是一个独立音乐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小时段吧，这样。哎呦，我不敢这么说了，哎呀，动不动就收拾担当的呀，就是运气了。我们感谢大家，主要是大家。对，昨天我们有碰到娜姐，然后娜姐就看到我们说，哎呦，收拾担当呀，然后我们就说。好像生日会上千玺有唱我们的《昨天你的现在未来》吗？也许我如那一片红颜，要经历秋一样美丽的梦里来。所以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够跟越来越多的人合作吧。三小只应该我们有很多歌适合他们三个唱。对对对，哎，我们可以来一个湖南卫视跨年演唱会后台大采访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妹电台的特别节目，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到时候芒果 TV 可以给我们跟拍一下。最想采访有李宇春。跨越二十，青春嗨唱。1月1日19:30，经历 M2017 湖南卫视2016至2017跨年演唱会。